他要干嘛？不用理他，要换老婆了。晨晨吃饭喽，火车来喽，啾啾。该睡觉啦，晨晨。哎，来干嘛？拍影片啊！我靠，还是痴呆啊！白痴哦，太扯了吧！他这样不就变得跟那什么动物园的企鹅一样？看我的，我的！不要再挣扎啊！他不是你老婆，他是假的。You need help. You really need help, bro.这一次我全部要 NG 死。火车火车动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火车。